是我连累了你们，把这些心怀不轨的人引了过来。是你，快带他先走，殿下。你们呢，一个都别想走。我真的好担心，我害怕你受伤，我害怕自己太没用，不能保护好你。翟乐业，他怎么会跟这帮倭寇在一起啊？沈王姑娘，你费心了。我忘了，你手不方便，怎么样，还合胃口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中天娱乐台大名锦衣卫。